Hello，欢迎来到每日魔组合成绩第226吧天。那今天实在是太忙，整天都在做戏，做驻村要用的作品，所以完全太累了。真的不要让我再做动画了。不过可以来介绍一下这次驻村用的系统哦。大概明天会再拍一个影片给大家看结果。总之呢，这次就是用一个美术馆。本身有一个木房间，日式的和室。那这个木房间里面放了一台非常老、非常老的钢琴，之前在 Patreon 的日记上面也有提到。那我用了艺术家朋友在这台钢琴上面弹的一些即兴的音符，在这个房间里面播放，然后透过Holonist 这个 App 去截取当地天气的参数，我截取了温度、湿度、能见度，后来发现能见度没有什么用，跟风速，四个参数来调整这个播放的钢琴的 audio 档案。我调整了，比方说像湿度，当然就是可能 reverb 的量啊之类的，所以我用这四个参数去调整这四个这个播放的音档，它的声音的特质。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还在钢琴里面放了一个 AirPod， 就是苹果的耳机啦。苹果的耳机里面有麦克风，在钢琴里面放了一个 AirPod， 让整个环境做成了一个 feedback。这是第二个 layer， 就是这个 AirPod 收到喇叭放出来的钢琴的声音，会在环境里面形成一个回溯 feedback， 然后变成了声音的一部分。那这个 AirPod 在收到，因为它是一个麦克风嘛，所以有人进来讲话或者是发出声音的时候，这个麦克风也会收到，它会送一个 envelope 出去给原来的这个播放的钢琴的 audio 的其他的一些参数。所以有人进来，比方说有人进来讲话，这个钢琴的高频的音量可能就会开始震动之类的，这种对应的关系，这是第二层。好，那第三层就是天气啦，天气的就这个地区的气候的参数就一直在影响这些音乐的内容的第三层。所以从钢琴里面的回溯来源到从房间播出的钢琴录音的喇叭，从房间的喇叭播出的钢琴录音到整个大环境的天气，做成了这次的作品，就是箱子木箱间的对话。箱と会話，与木箱对话，对，做成了这次与木箱对话的这个作品。那它是一个 installation， 是一个装置。那预计是明天开幕的时候会开始展，那明天大概希望可以找一些时间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实际运作的长相。 OK， 所以这里是每日魔组合成器，我在冲绳的南城，南方的城市南城美术馆驻村的记录。那每日魔组，我们明天见，拜拜，晚安。